我注意到香港《南华早报》发表的这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。作者站在客观角度，讲述了中国的反恐努力，也揭露了美西方在反恐问题上赤裸裸的双重标准。中国国际电视台已经先后播出了新疆反恐纪录片，通过大量具体案例和鲜活的故事，讲述了新疆反恐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。然而，西方媒体却屡次集体失明、失聪，一些反华势力更是出于一己之私利，完全无视中方的反恐努力和成就，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，指责中国进行种族灭绝，这简直是荒谬之极。谎言终究无法掩盖真相。我们相信，国际上会有越来越多的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人士仗义直言，讲述新疆的事实真相，发出正义之声。